乳可以喝吗？初乳可以喝吗？初乳是不建议喝的。初乳基本上是小牛出生后一个内牛妈妈的奶，那牛妈妈的奶呢，那是跟鲜奶完全不一样的，它里面的乳球蛋白含量非常的高，味道也完全不一样。那 50% 的乳球蛋白主要都是免疫球蛋白，那免疫球蛋白呢，主要是针对小牛的一些疾病来对抗的免疫球蛋白，人类喝了一点益处都没有。那么再加上这些免疫球蛋白其实对热非常的敏感，所以只要加热它其实效果就没有了。所以一般你在市面上买到这些初乳奶粉，它大部分都不是那一个礼拜内的奶，因为那一个礼拜内的奶喝了会拉肚子。那么一个礼拜内后的奶呢，其实它免疫球蛋白数量也很低，然后经过加热效果也不好，所以不建议喝初乳牛奶。